人死一次投一次胎，有三个魂，是否魂越来越多？人死了投胎，灵魂是一个，没有三个，所以灵魂越来越多，而世界上的人也越来越多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是从他方世界移民到这个世间来的，为何会移民到此地？因为他们与此地的众生有共同的业力，所以就聚会到此地。譬如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《阿弥陀经》中读到，十方世界的众生都喜欢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也就是说十方世界的众生都喜欢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极乐世界的人天天增加，就是这个原因。绝对不是一个人死了之后会变三个灵魂，三个死了会变九个，没有这个道理，也没有这种说法。南无阿弥陀佛。